1月15日，央视春晚大联排，众星纷纷现身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大张伟穿着花纹卫衣，戴着口罩，状态不错，没有太大变化。他虽然年纪不小，但还很时尚，头发烫得很年轻。刘玉宁穿着简单大方，卡其色大衣配黑色长裤，气质也提升了不少，走路很轻松，手上还有佛珠，丝毫没有压力。魏大勋再次上春晚，一脸呆萌，眼神空洞，跟着工作人员走，双手贴在衣服上，像个小学生。杨幂穿着毛绒大衣，黑色长裤，颜色暗淡，背着包，双手插兜，站在路边，气质大打折扣，像个北京大妈，没有仙气和性感。辛芷蕾穿着短款皮衣，白色长裤，黑色皮鞋，很有大姐大的范儿。陈伟霆多次上春晚，这次也来了，走路自在，还和粉丝挥手，笑容灿烂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助理也很高兴。周深的穿搭最普通，黑色羽绒服，深蓝色牛仔裤，如果不是明星，可能没人注意。如今龙年春晚首次大联排，最后也期待他们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吧。